Hello，大家好，我是陈凯伦，这是我们第一次啊，在制作这么一个凯伦星 Talk 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我想基本上如果圆满的话，晚上9点钟就会在我们相关的频道当中跟大家见面了。透过子母画面，现在看到的是在新加坡的，大家都说就是他。回到初心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位数一数二的华人保险天后陈明丽的幕情人生。明丽姐好。好，你好，凯伦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哇！真的好特别，特别兴奋。为什特么？别因在为哪里？凯伦，对，我现在在家里，我在家里，在我新加坡的家，你们新加坡的时间跟我们台湾是完全同步，对不对？对，以前呢，在1978年的时候，新加坡是晚台湾1个钟头，但是可能因为我嫁到新加坡，所以他跟一样了，是我自己说的。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是，明丽姐家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落，对不对？嫁到新加坡将近有40年，有没有？是，差不多40年了吧，嫁到新加坡。41年，1980年2月8号嫁的嘛，所以四十哇，一年多了。你知道吗？对。台湾的一些观众朋友，只要是经历过70年代走过来的，尤其那时候中视刚刚冒起来，台视是第一家无线电视台，大家怎么会不认识陈明丽？因为那时候就是在王世刚总经理、节目部经理的召唤之下，明丽就从台视的频道转到了中视频道。哎，这个到了中视这么火红的时候，怎么会突然觉得好像要退隐一样的感觉，就离开这个绚烂的演艺圈了？好像我们那个时候的人比较傻，比较笨，我们就觉得好像过了25岁、24岁、25岁，就自己觉得自己要老了。我们都是童星出来的嘛，对不对？啊，在对。台视开播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是台视的第一部闽南语电视剧直播的那个小童星。所以对对，所以就好像自己在演艺圈时间很久了，然后就觉得好像20几岁就应该要嫁，好像不嫁会嫁不出去了。哎呀，真的是有够傻，有够笨。然后其实这几天我都在念明丽姐的书啊，因为明丽姐。好棒啊！这本书，我想在我们之前拿到的时候呢，它可能已经出了有大概2、3年了，是不是？在台湾来它讲，其实是2018年出的，二二零一零幺八八年，对不对？2021年的话，差不多3年，没有错。在那个年，对，对。时候，你就已经连续34年拿到 MDRT。其实 MDRT 对我来讲是熟悉，对一般的观众来讲不够熟悉，除非你从事保险业。因为我在保险业做过大概10年的他们的颁奖典礼，只要每一个保险从业人员提到了 MDRT，哎，你是不是就像是电视金钟奖一样这么难拿的？OK，这个奖项呢是美国开始的，然后呢是给所有的保险从业人员，包括银行的金融行业的人，就是说只要你达到他的那个标准，他基本上这个标准大概就是全世界的6%，就是6% 6%的人做得到。然后在这个等级里面，它又分了3个，一个就是这个高级会员，然后再上一个就是顶尖会员。那个顶尖会员呢，就是每一年全世界大概就只有0.3% 的人做得到，所以它就是属于比较真的很难很难的。对。而且，每东南亚国家来讲呢，新加坡要求的这个业绩呢是最高的，就最高的，就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个普通会员，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那个中级会员了，高级会员了，就是我们的普通会员，他的成绩就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就是高级会员了。所以，如果我们的顶尖会员的话，可能是那个国家的2个高级会员的成绩了，或者3个高级会员的成绩。所以明丽姐可不可以这样讲？因为新加坡地窄人稠，所以要达到 MDRT 是非常不容易，它的要求就很高，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因为人少嘛，而且基本上来讲，就是还有印度人呐、马来人，然后还有一些欧美的国家的，所以基本上真正的就是华人就不是那么多，所以那尤其是我来，我今天还说了一个笑话，凯伦，我跟怎你么讲说？啊，好，您说。我刚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那个阿姨嘛，我在那个买东西排队什么，那个阿姨呢就一直喊 kiss me kiss me kiss me，我想 Excuse me, excuse me，对不起，对不起，是吧？对，可是她就讲 kiss me kiss me 哦 kiss me，，kiss me, 然 kiss 后 me, kiss me。我就想，哎呀，你这个阿姨还真是的啊！我跟你不熟，你老跟我讲 kiss me kiss me，我干嘛要 kiss 你啊？哦，后来才知道是叫 excuse me。所以其实呢，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种语言都会听得到了，潮州话、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甚至于什么新化的话，还有马来话。哎，还有英文，还有全部夹杂在一起，它可以一句话里面就三种语言。所以我刚开来始来的时候，我天哪，我简直是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你看啊，米姐现在讲给你听，新加坡的语言有多好玩啊？她说，我家，我我的家，新加坡话叫做瓦贴，我是不不是？是我。开车，华车，福建话，福建话，我华车瓦啊，贴开车，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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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车，开华车，好啊，车，要去贾兰，贾兰，要去贾兰，贾兰是什么地方？去走走，真的，贾兰，贾兰就是去走走马来语，马来啊。哦，又变成马来语了。马来语，我 speed 太快我，speed 速太度太快。快，speed 我速度 speed 太，是速度太快。对，速度。马达达汉，什么马达达汉？马达警达汉察什把么意我思啊？给拦下来了。哦，我马达开着车子是速警度太察，快，可能警察谁去帮我们马达达汉把我们要拦下来了。马达达汉啊，要给我工啊，啊，要给我工。要给我工是吧？啊，我工3万，要给我开罚罚单。单，哦，开罚单，那所以就我是开新始加说，坡，对，我们就可以什么语言，就是夹着讲，反正你都听得懂。我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像那个哑巴一样，然后像耳朵聋了，我所有的语言通通用不上。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到，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包容心，国那个家国非常家小，但是包容心非常大，就是不管你讲什么，反正大家都用猜，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可以了。你怎么说也没有人会笑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语言最好的地方。好，所以陈明丽，明丽姐，您少说到了新加坡已经40个年头了，对不对？好，这对四十对，个年头下来，你觉得在你目前来讲，有哪些台湾人的特殊气息？你带进了新加坡，让人刮目相看。有哪些是你在新加坡的水土把你养成另外一种气息，不一样的味 OK，道？好，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台湾的教育非常成功，就是我到现在啊，我还是像在台湾一样，就是一样的那种生活习惯，还有我们的那些传统的观念啊，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在新加坡早期的这些移民前辈们呢，他们还是很有传统风俗的。所以呢，因为到了新加坡之后，在当时就是属于，你知道我在新加坡啊，他们是立国一代，然后我是属于建国一代，我是建国一代，我都不知道哈。我是建国一代，那就是表示说我是从1980年开始参与国家的建国之路啊。所以我觉得，在当时呢，因为我的语言英文不行嘛，然后呢，很多的方言我也不会，我说的闽南语他们觉得听不懂。我真的，哎，我你不讲是闽南道地的本省人吗？语，对，可是他们的福建话跟我们的福建话是不一样的。还是我有们区说。别的。
有区别，有区别，非常多的区别在里面。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就让我去开发了另外一个市场，就是所谓的那些立国建国一代的老一辈的生意人，他们就是那种努力实干，然后脚踏实地的那一群人。那他们那些老板啊，那些企业家就特别特别欣赏，因为我觉得我妈常说的嘛，你甘愿做一头牛，你不会怕说你没有田地给你耕作的。这是我妈甘愿做一头牛，不怕没有田地可以耕种的。这是陈妈妈在世的时候给你的一些经验谈。对，我就觉得从小妈妈就跟我讲，妈跟你说的话你都要用报纸包起来。我不知道，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妈不在的时候就把报纸打开，妈妈说的话全部在里面，你要哪一句你就找出来。所以我真的觉得哇，从我妈在1996年去世之后，我这个25年啊，他走，老人家走25年，85岁高龄的时候去世的。我妈妈走了这25年，我真的就是靠着妈妈说的那些话活下来了。因为你真的人生到了一个地方，你会觉得突然间没有长辈在你身边，你就是家里那个最大的人了，你就是那个最高的长辈了。你真的有事情你不知道要去找谁问，要去找谁说，所以呢就会想起妈妈说的话，那个报纸打开来看吧。那如果说到新加坡融入了我的这个生活里面的，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规矩。规矩，新加坡的规矩。对，我到新加坡不但是中规中矩，还特别的规矩，特别特别的规矩。好像你不能吃口香糖，你不能随便吐口香糖，你不能随便丢东西。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的条款罚款什么。那我就常常碰到很多人问我，你会不会好不习惯哦？新加坡这么多规矩，这么多条规。我说不会，哎，我觉得挺好，非常好，因为我觉得本来没有这些规矩，我们也不会这么做啊。所以有规矩就等于没有规矩，其实最大的自由就是自律了，你自己自律了，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在新加坡呢，他们就是跟你可以就是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他不会跟你说我看看怎么样再说吧。哎，天哪，那你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你就想我看看怎么样再说吧。我们好像台湾很习惯这样。我刚来的时候跟我先生最大的矛盾也就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跟人说话不能太直，我要拒绝你我也不能太直，我就不可以太直接吗？我说我看怎么样再说吧。我先生就说，那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嘞？对，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不要，可是我在我心里面是我一定是不要，可是我又不想。所以你才这样讲。对，就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不能够太过直接跟人家拒绝，或者是太过直接的去说一件事情。但是在新加坡呢，你真的就可以直话直说，真的就是直接讲。哎，凯伦，我不喜欢你，我觉得你这样不对的，我告诉你啊，什么什么，哎，说完了就 OK 了，就 OK 了。其实他说出来就代表他心里没有什么成见了，不说出来还反而危险了， 对不对？对，就像我们过去在台湾的时候，哎，陈美丽，怎么样？这部戏你可不可以接？再看看吧，再说吧，你到底可不可以接？我再看看。那这也许是个婉转的说法，可是人家可不很直接希望。陈美丽，你要不要接保镖吗？还是说你要去接你的这个忠实的八点档呢？我有在你书上看到这一段，对不对？是，当初真的。当初怎么样？当初是这样，人生其实很多事情，
当初在台视到中视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呦，如果我不走啊，我永远都是小妹妹，我永远都是小童星。凯伦，你承认吗？你其实已经很长大了吗？他们就是还是觉得，因为从小看你嘛，他们就觉得你还是小嘛，什么大一点的角色都不敢给你试啊。那见到谁都是叔叔、啊、伯伯、啊、阿姨，你，人家永远长不大的吗？所以当时我就下。我要到中视去了、我真的还跟我们的何副总说，我去了何义谋副总帅，台视的何义谋副总，不是成功之后我会回来啊，我对，当时就是他亲自签了放我走，然后到了中视之后，那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嘛，所以真的是一直在那边熬，一直在那边熬。然后在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就华视开播嘛，华视很需要、然后中视华视就联合起来要对抗台视嘛，所以演员都可以交流。那当时就很多中视的演员到华视去演戏嘛，我到姐妹啊演了戏都挺红的，然后后来就有保镖这个机会了。所以保镖这个机会呢，其实我觉得我人生有三个很大的诱惑出现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候。哪三个诱惑？那个考验真的，对，第一个诱惑就是保镖咯、因为当时呢就是要给我演第一女主角，华视的开台戏，对，那时候什么孝女什么侠女，现在陈丽丽好红啊、然后那个制作人呢、也好红哦，金牌制作人，然后他就说什么陈明华是什么、对，然后就三小姐一定是最红的，就是那个三小姐。我说我那个又说又弱又小又干巴巴的啊、他说这三小姐就是最被父母被爸爸看不起的、爸爸最讨厌的、然后结果他成为保镖这个镖局的最大的这个、这个掌门人。这是很有挑战的戏，我还记得每一次那个保镖的那个片头啊，天上白云飘荡，然后一上人儿马蹄忙，然后就看到一列飙车，然后就那个骑着马，那就是我哎，远镜头哎、那是我哎、欸。等一下，可是我看到的后来印象是张玲，是不是？对，那个片头是我拍的，哦、当时。制作人还特别特别的三个月请舞师在家里教我，还记得在那个天台上练舞啊、因为我从小是跳芭蕾舞的嘛，所以教我武打，教我什么量身定做的衣服，什么都弄好了。这个他们说保镖一定会一炮而红，而且会是让这个三台惊艳的戏。结果已经都到了要录影了。我们的中视王世刚总经理来了，明丽啊，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很敏感，不能去了，不能去了。不是中视跟华视在交流吗？那个时候，对，可是那时候就开始有摩擦了嘛，就开始有这个不对了。结果呢？你怎么去面对、然后我就刚好就在夹在那里，他说不要去。哎呦，我真的是心里面哦，是真的，我说我三个月苦练，我外景都拍了那么多，现在要录影了，要进棚录影了，你跟我说别角哎，我在中视都还没演过女主角，最多就是演到第二女主角。哦，那时候你已经从台视转到中视一段时间了，对不对？董小宛那个秦淮五大名妻什么这些的。对呀、对，一段时间的，然后就觉得，哎呦，那很我讲一下，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戏要给你演，但是那个县城已经在那边，是谁讲的？这是谁说的？有个很好的戏要给你演，是谁？王世刚王总啊，中视的王世刚总经理。对呀、他说你别去，你不要去。你去的话啊，你就是一定是撕了合同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要不要撕合同去了？我第一个台视已经撕了一个合同到中视，我要不要再把中视的合同撕了？当时那个制作人就说，撕了合同过来，到华视来，别理中视了，撕了过来，
哎呦，那真是煎熬，煎熬，非常的煎熬。玲玲姐，我这边要打个岔，请问一下，那个时候华视的开播戏，陈明华制作人要邀你到华视，可能撕掉中视的合同的时候，讲实在的，有没有告诉你我这个戏有多少集给你，或者给你的酬劳是中视的多少倍，在引诱你？因为你刚刚讲，这是在你生命中很大的一个引诱。没有，但是他告诉我，他告诉我，你绝对会一炮而红。你看那个时候，我们的前辈啊，丽丽姐啊，那时候就演的那个什么侠女媳妇啊，对，那时候好红，是保镖之前就是她，非常的红，非常的红。嗯，然后就哇，我相信，因为我看了那个剧本，他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保镖，你知道，对，保镖，他说就是一个很腼腆很害羞的一个被父亲从小因为妈妈生了他就去世所以最讨厌的一个女儿，没想到最后扬眉吐气的就是这个女儿，所以他说这就是为你量身定做，天哪，你怎么能不去啊，好诱惑，真的是煎熬，对，好诱惑人。然后呢，妈妈就跟我说了，我们呢已经撕了台视一张合约，中视这一张再撕，如果去了红了就好，要是不红啊，那你真的是过街老鼠了，三家电视台没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没有人敢再继续用你，没有人容得下你了，嗯，所以当时妈妈就说，那要不然我告诉你啊，凯伦，人生很多时候我还可能真的是你说信还是不信，当时妈妈就说，那我们去那个法主公庙，法主公你知道吗，我们在延平北路那边有一个庙，对不对，它呢是从日本时代就是在地面上的一间庙，但是日本人要拆它就生病，反正有人要拆那间庙，因为刚好在路中间，刚好在路中间，不能拆，有人要拆就有人要病，不是摔下来，那现在还有就那个庙现在还有吗？有，对，那个庙有，现在已经移到楼上去了，楼下是可以走通车的。是，在当时妈妈就说去抽一支签，我心里想好吧，那就去抽吧，结果抽了两支签，我还记得。天上怎么写的？华视的那一张啊，签上说，画饼充饥总是空，吃不到羊肉惹一身，画眉止渴。然后中视呢，就是待得太阳当面照，青云得露任飞腾。结果很好，我妈说那就留在中视吧，所以就跟陈明华制作人说，对不起，我不来了，我真的不来，因为好像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要进棚录第一集了，就要录第一集了，衣服也都是我的，刀剑全部都是为我定做的，然后我说我不能来，制作人绝对疯了， 我不敢，疯了，然后他就讲一句话，他说陈明丽，我跟你讲啊，我让你坐在家里看电视后悔，坐在家里看电视痛哭流涕。你有被他严重吗？你在家里真的看到这个保镖坏女主角张玲上任以后，你真的在家里痛哭流涕吗？我真的我说妈妈你看，妈，你有没有，我们到底是有没有看错签啊，有没有搞错了，被人家换了还是怎么了，我说真的是这样子耶，哇，真的好痛苦好痛苦。可是哎，不久我们的王总，王世刚王总就说，哎，中午这个12点档闽南语连续剧开播第一档戏，那个时候是中午12点档，对，第一档的那个闽南语连续剧，然后本来是要给那个谁，李雅芳，对，本来是要给李雅芳，我知道那个孪生姐妹尤雅跟李雅芳曾经演过这个中视戏，很红的李雅芳，现在美国，对，但是好像她刚好要结婚 OK 还是怎么了，就不能演，是，然后王总就说，王世刚王经理就说，那就给陈明丽，每个人都说不行，为什么不行，还不行，还
为什么？觉得你皇后还没到是不是？对对对，而且太年轻，从年轻要演到结婚，要演到生孩子，要演到被抛弃，反正整个戏叫横跨大概15年的时间。他们你敢演吗？那个时候你敢演吗？不到，还是拼了命一定要演？拼了命一定要演了，因为在当时也是一个机会，所以人生常常都是关了一扇门，再开给你一扇门，在开那一扇门之前，他可能又跟你关了一扇门。在当时呢，其实也很挣扎。为什么？因为我们八点档《清江月》欧巴桑，我们都叫他欧巴桑。对对对。就是晚上6:30的那个闽南语连续剧是很红的啊，《走马灯》啊，什么那些很红的，红的不得了了。对对对。然后呢，中午的这个制作人呢是一个新的，是一个新的制作人。然后他要开这档这个中午档的时候，很多演员不敢去演，因为怕得罪了欧巴桑。哦，怕得罪了晚上6:30档的《晋江月女士》制作的戏。对，他们都不敢接，不敢接，都觉得等一下万一这中午档不红啊，然后你这6:30的那个档也没得演了。在当时呢，王总就说那就给明丽演。那我这个反正这个情况之下，女主角就到了陈明丽的身上，可是没想到这部戏的名字叫做《一枝草一点露》，有名，这个有名，这个有听过，就起来了，对，对不对？这就是你的人生。对，当时啊，因为它是闽南语连续剧，它当时的收视率60，我还记得63还是67，比那个《保镖》还红，真的。今天呢？是我们凯伦新 talk 跟新加坡的，我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她就是华人保险天后陈明丽小姐第一次连线，往后我们每个礼拜有机会都可以连线。我都是根据她这本书啊，叫做《回到初心》，她的一个幕前人生这本书当中来跟她做一个 对话。在对话当中，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段是她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诱惑，我想现在对很多朋友来讲也有诱惑，就是可能也许我们那个年代凭良心说，对，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基本演员价钱都一样，所以没什么钱来去利用你，那是那个角色第一女主角，你是要选择华式的保镖呢，还是要选择中式的中午档的一枝草一点露？这个抉择当中，在当年的陈明丽的妈妈是去求了签，这个签还真是印证了中式给的这个签是指日可待的，华式那时候给的签可能不是那么理想，妈妈又终于说人不要来三心两意变化太多，最后还是回到了中式的娘家开始重新起步。我在这儿，我今天要让你看一段影片，这个影片呢真的是为你所做的，很难得，那我就想留到这个时候让你看完影片以后我们再来分享你的感想，好不好？可以吗？来，好呀，我们来一起看这段影片。好，谢谢凯伦。台风天呢，看了一天的书，看他的故事。妈，他是谁你知道吗？他是以前中式的当家花旦，小时候跟我一起演戏，叫陈明丽，有没有印象？啊？搞忘了。她嫁到新加坡去，后来就大概做了30多年，快40年的保险，现在是亚洲的保险女王，做得非常好。我今天都要看她的故事，回到初心嘛。那回到初心就是要给人家祝福啊，所以现在给你。教你唱一首歌，是凤飞飞人生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好，我帮你按摩，帮你按摩。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大家。歌词我教你，好不好？跟我来哈，看着我。送你一份爱的礼物。送你一份爱的礼物。对，你要不要看着我？我祝你幸福。我祝你幸福。不论你在何时。不论在何时。或是在何处，或是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莫忘了我的祝福。人生的旅途，人生的旅途，有甘有苦，有甘有苦，要有坚强意志，要有坚强的意志。什么叫坚强的意志？知不知道？知道啊。讲给我听，什么叫坚强的意志？有功啊。做工，
做事情要坚强，要坚强，生病了要不要坚强，要，对不对？人家那个陈明利在海外一个人打天下，也要很坚强才能走过那个很低谷的生活，哎，低谷的那种工作，对不对？好，要有坚强意志之外，发挥你的智慧，发挥你的智慧，留下你的汗珠，留下你的汗珠，创造你的幸福，创造你的幸福。这歌你一定会唱，我唱一句你就可以接了，好不好？好，送你一份爱的礼物，我好，我唱一句你唱一句，是，送你一份爱的礼物，我祝你幸福，不论你在何时，不论你在何时，或是在何处，创造你的幸福。你要不要祝福大家，也祝福陈明利健康快乐，好不好？说一遍，祝福陈明利健康。我想为什么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觉，因为这首歌在我们当时啊，只要你的戏红了，你就可以去登台啊，我们就去做秀，对，然后做秀的时候呢，大概凤飞飞的歌都是大家会唱的，除了唱我自己主演的这个电视剧的连续剧的主题曲，那就可能通常都大概唱两首歌，一首是自己的主题曲，一首呢是当时流行的歌曲，所以这首歌的印象特别深刻。谢谢你凯伦，谢谢妈妈，我也觉得好幸福啊，到了这个年龄，还有妈妈在，然后老人家，哇，太棒了，我觉得他一天的每一天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啊，凯伦，是吗？对啊，他的会有这个单元呢，这个单元叫做轮我陪伴你，是我们的小朋友帮我想的。那有这个单元也是受到明利姐的鼓励，说，哎呀，我每天晚上都陪我妈妈。那这个在病床上或者是在晚上睡不着的人，其实如果我们能做一点很生活化的内容，都能陪伴大家的话，是不是也是好事一件呢？所以就把它当成每天回家要做的一个陪伴妈妈的功课，也介绍给大家。是的，非常非常棒，就好像我当时我不知道，不过我每一天，我当时我妈妈，我还完债之后接妈妈到新加坡来住，然后每一天下了班，我妈妈就坐在那个院子的那个门口，然后看着那个院子，看到我车回来，妈妈就特别高兴，然后我一进门，我就是第一件事情把公事包放着，因为我们是见了哪些朋友，做了哪些生意，对，所以好，那个场面是永远一辈子忘不了了，就是跟妈妈的那种开心快乐，然后就问妈妈，好了，去洗澡了，去洗澡了，辛苦了，辛苦了。每次回来的时候，妈妈就会跟我讲啊，今天辛苦了，今天辛苦了，哎，所以有父母在是很幸福的。是，真的是。然后今天在跟明利姐做这个一个直播是9月15号。那您知道昨天晚上突然大概8、9点的时候，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有台湾最大的新闻就是我们这位金钟的男主角，人家叫他金钟戏王，也就是龙少华先生，他就突然过世了。当然可能跟他的身体状况刚刚才得到的一个消息是跟心肺功能这些都有关系，他就离世了。是，我想讲到龙少华，您在台湾的时候，我记得他呀。是，你们没机会合作，就是。我记得他呀。嗯，没有以前的时候，对，那时候我在台视的时候，你可能还不知道，因为是我小。我在台视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时候是在帮我们就是搬道具的。哦、他是当时那个我们台视有一个。有一个制作人，制作叶什么忘记了。OK， 在他的组里面，他特别就是这个龙少华先生呢，他就是在当时虽然是因为当时我们要进入演艺圈，要到电视台，很不容易。
那么容易，不那么容易。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多是都是从开始做场务、剧务，然后在那边就一边看一边学，学演戏、学排练，然后演员没有到的时候，就会替着演员来排戏啊。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要对台词，还要对台词，每一部戏都要先对台词，那个台词一定要说到导播满意了，然后才会开始跟你排戏，记得吗，凯伦？记得。对，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特别的用功，特别的努力，然后他就是觉得他一定会很出名。在当时我就看得出来，这个人就是不是绝非池中之物，就是说他绝对不会满足于就是在那边帮我们搬搬道具啊，然后替男主角走走位啊，排排戏啊，就可以看得到他真的是很用心在学习。后来我就离开台视到中视，是，所以人生就这样，我真的我看到了，我虽然在新加坡，可是我每天还是看台湾的新闻，因为毕竟它还是故乡嘛。然后昨天晚上，哎呀，突然间看到，真的还是挺惊讶的哦。人生真的无常哦。所以你知道，明丽姐，人生就是这样。尤其我从龙少华突然离开，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有40年前的合作的戏剧。就是《大地勇士》这部电影，40年之后我们一直想要合作或者再见面，就是这样蹉跎了。因此我觉得一个疫情造成了不少的意外人生，所以难道一切都要等疫情过后再说吗？不一定，下礼拜我们再跟我们今天的华人保险天后陈明丽一起来目情人生说故事。我们下礼拜再见，谢谢你。谢谢。